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205，如果他唱的歌就是《乡间小路》。我们叫做见鬼了，对不对？一起来欣赏205带来的歌唱，来。人好幽默，让爱的人都沉默。明朝的宇宙，画一颗红豆。回忆如困兽，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。放开了拳头，反而更自由。长镜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时隔好几年，我们在怀念的演唱会，礼貌的吻别。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，你和我十指紧扣，默写前奏，可是那然后。戴先生，戴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戴小姐，我们是今天到这个 K 房来唱歌，对对对，我们不是鬼屋一日游，这个是思路，你这个思路，没有，今天是有主题的，我们是主题派，我们那个包厢会因节日而改变，所以我们这个妹都是很正的，确定就看到确定哦，没有，我们现在他已经没有在动，我就觉得他还是在瞪我，因为他是阿里沙嘛。你走到哪里，他都在看你，很奇怪。大姐，你看角度看，他们身材很，皮肤又好，玲珑有致。对啊，身材是很不错，但脸就有点双刀火鸡的感觉哦。气节，搞不好真的是很漂亮。以那个露露那个歌声，就是那个来定论的话，对，会有反差呢。而且如果等一下坐旁边，如果等一下攻击他，会不会怎么样？不会吧？哦，不会。他会用门牙咬你。我会以为他是阴思路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那门牙随时会射出，有没有？喷出来。